我们分两个来做，第一个先做这个，然后先录制剧集，然后把它改成 VBA， 再做这个，也就两个图 ，OK 哈、哦。那两个图也许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所以我先把这个图先删掉一下了。那录制剧集啊、哦，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技巧的哈、哦。反正第一个啦，你要先彩排，所以第一个的话，录制剧集，然后名称的话，也许我在这边哈、哦、打一个什么，这个名称，也许叫做直条图之类的吧哈、哦。反正这个地方。可以一个名称好了、哦、然后呢再来就刚刚彩排过了嘛，所以呢你要按确定之后的话，你就把刚刚的彩排动作呢再run一遍，一选取这个范围，二怎么样呢，插入这个图表直条图、哦、OK， 三的话呢把它移动，把它这个先把这个名称改一下，各分店业绩、哦、也许、哦、这个名称的话然后再来把这个字的大小，也许把它调整成大概18号字好了 ，OK， 大概18，然后红色的字。另外的话呢，再来怎么样呢？把它切到移动到哪里？移动到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就大功告成了。我们就把那个录制剧集给停下来。接下来来看一下那个录制剧集的这个直条图啊、哦，编辑看一下。那你可以看到哈、哦，哎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录下来的东西。不过跟各位讲一下，以后如果你录完剧集之后啊，如果你要再重新编辑哈，有一些小技巧跟各位说一下。第一个的话哈，这个地方哈，其实你可以哈，上面注解可以，像我的习惯是把它删掉。那自己加注解，自己加什么注解啊？一，也许我游标是放在什么，这个 B2 到 C9 的位置，有没有？那所以呢，当然这个地方你可以打一个叙述哦，游标放选取 B2 到 C9 哦，有没有？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那当然你注解前面一定加单引号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它会利用有一个这什么功能呢 ？Add chart 有没有？顾名思义哦，特别是后面的那个相关的名称，你可能慢慢要习惯，要慢慢能够看得懂了哈、哦。那哪个地方可以看得懂？就是第一个哦。你会发现那个 active 是目前被选取活动的，续着指的是工作表，就是目前这个工作表。那我现在是工作表二了哈、哦，点 shop 这个指的是哪个图形哦，哪个图哦？后面有一个这个 shops 的物件哦，后面会带一个方法叫 add chart 好、哦，特别最后你会发现二哦，这个方法呢哈、哦。它就会帮我产生后面这个，不过如果你不知道说到底这个方法怎么使用的话，其实我前面有讲过啊，你可以按 F1， 它会跳出一些跳出一些官方的说明啊，比如说这个 shops 的那个 add chart 2呢是什么用途啊，那你会发现哦，它这边会告诉你说哦，它后面其实可以带几个参数，可以决定一些东西，包含哪一些呢？包含就是说样式啊、哦，所以你会发现哦。它这个201哈、哦，指的就是样式，就 type。然后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什么？这什么 chart type？ 其实这边 type 样式，这个也是样式啊。我有时候搞不清楚到底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哦。你们可以再看看。另外的话，左边指的是这个图将来要放在哪个坐标哦。那左边指的是呢，它在这个哈、哦，特别重要，这个左跟左这 left 哈、哦。Top 哈，其实指的是跟这一点之间的关系，也就是如果我今天呢，我要移动到这边大概，我今天在假设啊，大概200好了，有没有？从这边到这边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它向这个值啊，如果向右啊，从这个端点向右的话，右是正，所以200。那 Top 指的是什么呢？从这一点向下的话是正的，所以向下如果假设是10好了，啊，这个距离是10。那如果将来这边输入200跟10哦，你会发现它会帮你移动到这里 ，OK， 所以以后其实可以利用这个地方哦去做一些修改。那还有宽度跟高度哦，比如说我要宽度300，你就给300，高度给200。那 new layout 这个一般暂时没有用到 ，OK 哈、哦，所以哦我们这个地方跟各位说明一下啊，其再来还有什么？底下还有像 active chart 哦，所以你会发现哦。当它产生一个什么 add chart， 会对应到一个叫 active chart 的一个图哦。那那个图它这边会显示说哦 ，set source data 哦 ，set 就是这个更新它的那个资料的来源。它这个资料来源是 range 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在哪个范围呢？工作表2指的是这个了哈、哦。
不过如果我说假设我们现在是同一个工作表的话，那其实不需要给这个哦。好，那 B2 到 C9， 所以你会发现 B2 到 C9 这个不是重复了吗？所以如果我要修改的话，第一个啦，这个可以不用选，这个可以 delete 掉。那第二个呢，这个地方哦，可以把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后面的这个工作表二惊叹号这个可以拿掉。另外，如果你位置是固定的话，你就不用再加前的符号了，因为其实前的符号变成绝对位置哈，就这样就 OK 了。甚至哦，如果你的参数是按照顺序，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source 啊的话，那其实冒号等于这个可以删掉，所以其实这个可以删掉了哈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就选取那个，因为我刚刚有点了一个 title， 点 title 是哪里？点这里，点它一下，所以它会把它做个选取，然后去修改它的那个 text。不过跟各位讲哦，如果将来你看到哦，程式如果有什么什么点 select 的话，有些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的，像这个就不需要，它直接可以存取到它里面的那个文字哦哈。所以我这边把它这一行可以注解，注解我习惯按右键哦，在工具按右键有个编辑工具列。然后把编辑工具放在这里好了哈，它这边就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哈，把这一行程式变注解啊，注解，当然你可以自己加单引号了，不过有的时候哈，用这个注解会比较快，尤其是你有大范围的，像如果很多行的，你要注解的话，你按一下就可以。那取消的话，就再把它按一下就取消 ，OK， 哦，这个其实可以不用。然后字的大小，这边也有，好，然后其他的话，颜色部分的话呢，哈。他用的方法是这样的哈，你们加一个颜色啊，这个是加颜色。另外的话呢哈，还有什么呢？移动位置有没有发现？它的移动位置是这个是移动向左移动多少，向右移动多少。不过呢哈，如果我假设哦，我现在哦用我刚刚讲的，就是后面呢，我假设我刚好干脆在这边加好了，加的位置假设哦，我看一下，假设我大概。放在这一点，如果我不确定位置的话，我可以先大概先给它200好了，逗点哦，然后10，就是这边移过来200向下10，然后逗点，宽度假设300，高度假设200，好，那我假设改完之后的话，这两行其实可以删掉了，这三行可以删掉了，好，这样的话呢？那我再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，O 不 OK 哦？如果这样改完之后了哦，然后这边其实就可以删掉。那我们来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哦。如果我修改完了，能不能得到刚刚一样的结果哦？那当然，如果你不确定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按 F8， 或者在侦错里面呢，可以找到有一个叫逐行的。那逐行的意思就是可以让它慢慢去跑这个程式哦。对 ，F8， 这个第一个，跑出来，有没有发现？这一行哦，而且它的位置哈、刚好呢200，这个位置呢刚好就在这个点上面，有没有？所以可以得知啦，这边到这边是200。那、你想说老师，那如果位置如果想要再让它向左边一点的话，那没关系啊，你可以把200这个数字怎么样，再稍微减一点嘛，大概再减多少？再大概减个20吧。如果你这个。假如说你希望能够再让它往前一点的话，那你也许可以把这边改成什么？改成180好了，哦，没有180，这把它删掉一下，然后你看让程式再重run，你不用停掉哦，你可以把游标这个箭头哦往上拉，也就是 VBA 哈、它允许程式可以倒车哦，倒车回来，啊，你再按 F8 再跑，有没有发现180了？有没有？位置好像比较接近180，然后呢，它的宽度的话呢，刚好就是300，所以哦，从这边到这边刚好300，从这边到这边高度哦，刚好200。那如果你觉得假设宽跟高哦不是你想要的，你没关系，你可以再自己调整一下，调到你比较恰当的大小哦。然后呢 ，source， 你会发现它已经对了，不过、如果再 run 一下 ，O 不 OK？ 这样 OK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？我要把什么呢？把上面的它的 title 名称本来叫销售，改成叫各分店业绩。所以只要给什么 active chart， 就目前这个图哈、的 chart， 它有个属性叫 chart title 的一个叫 chart 的一个就点 text 的文字，把它变更。好，所以你这行执行应该会上面文字变更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它的 font size 哈、等于什么18。不过你会发现哦，会有个问题，它这边怎么样？
它把所有的字呢通通都变成18了。所以啊，这一行理论上应该就是有错误的，应该理论上就不能这样写。比较正确的写法应该怎么写？这应该是什么？我把这个应该把它改回来，或者把它删掉。这个应该是把这边里面哦的封，不是说所有东西哦，那颜色可以再变更。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变更的话，其实你们可以参考一下，我在云端上面哦，有一行叙述，这个啊叫 chap title 啊，用 chap title 的封 size 这边哦，也就是说我可以怎么样呢？把这一行哦改一下，改成什么？这一行如果不要写这样把有错误啊，我把它注解一下，把它改成哦叫 active chap title 的什么呢？它里面有个属性叫点什么？点 font。所以有些录制句齐哦，给的东西不见得是对的哦，所以有时候还是要自己稍微看一下，封 size 等于18，这样才对。然后 color 的话呢，其实这一些有没有这一些设定颜色，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。其实如果设定颜色的话，甚至你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把这边改一下，改成叫什么？封颜色的话哦，可以什么点什么？猜猜看，应该可以猜出吧 ？color 有没有？那颜色如果要红色的话呢，其实你后面加一个什么 RGB 嘛，哦 RGB 三原色，那颜色就给它调色板255逗点0逗点0后括弧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就大功告。所以其实哦，如果假设我们修改完哦，应该最后得到的结果哦，大概就只有5行了，哦这5行有没有？就是add chart to 这个一定要 ，set source 这个一定要。然后呢，把它的上面的 title 改变成18，然后颜色变更，然后把这个删掉一下了，然后再跑一次。当然你可以按 F8 了，我是建议啊，如果你程式假设还不是很在行的话，可以 F8 慢慢跑。哦，然后这个改一下，哎，对了， 18 也对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啊，你会发现啊，写这样子没有问题，但是写这样子会有问题。所以有的时候它录制给你的程式不见得一定是正确的。那怎么办？你有时候还是要查一下它有没有哪一些属性哈，哎，可以做到这个效果。那颜色变更的话呢，就是封 color。OK， 哎，变更了，有没有？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第一个阶段，就是可以做出直条图了。好，但是呢，顺便跟各位讲一下了啊，其实这个地方哈，有一个可能要注意的点。就是哦，如果你现在录制剧集，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是Excel 的2019，那2019、2016以后哦，它才增加了叫 Add Chart To， 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这个程式哦，假如在2016以后的版本是可以跑的，但是如果你在2013以前的版本哦，因为呢那些版本没有这一个方法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你一跑就挂掉了。所以你可能要考虑到相容性问题。那什么相容性问题待会再讲。 OK， 我们先请各位试试看哦，把刚刚录制下来之后最后把它变更哦，程式大概只有这几行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我有把那个相关录制的那个这个是我在那个2019环境下录制的，应该理论上大致上差不多了只是说我把它变更的结果在这里。 OK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